要在那家 Capital 啊，那今天要开一辆爱心车，去台中交给客人。那今晚是几点？今晚十点嘛。虽然做爱心啊，可是内装啊，我们也有清洗过了，帮他做个保养啦哈。啊，客人有选配这个前后记录器啊，他自己选的。对啊，选的当然是加权啦、啊。对啊，基本还是做了哈。啊，我们做爱心，这一趟路要下去啊，大家做爱心，帮我多点个赞，帮我分享，帮订阅，不然回来不可能走路嘛，我们还是要坐车。对啊，好，小王准备要出发了。出发了。那你点交表带啊？等一下，我看一下，好像忘记带。等一下，我去拿一下呢。资料桌上，对，资料忘记拿。好，主要提提供点交表啊，电话、啊、就是了。要出发了，出发！你看，我们还要去加油哎，不然刚开也搞，开未到。有啊，你也开未到，去加油啊。那不然开那么个高低啦。好，出发，转了这个方向，我们要出发了，一路往南。对了哈。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整理的话，就是最基本的外表洗一洗吧，内装那个会再清洗啊。做得到的东西就是，对，就是简单的啦。对，好的，我再跟你，我待会跟你赖，你再再约时间。哦，他会开台中给我。台长，你也可以在台中。台中吗？好，你有地位了。那所以廖先生是台中人。哦，对，我在台中工作。然后台车从南投上来，现在要回去。这张会给你，就今天的日期。OK。几点几分？说你的身份证、你的驾照，用廖先生你的名字，两张过户这台车，办理过户代客凭章，贷款就没有了，擦掉。好，这段期间拿去他用本人亲自责任你有负责。好。给你留着，才知道说你身份证留在我这里多久。所以我这份已经给你去办了，一定要给你正本。要正本才，正本买的人要正本。哦。对，我们约定很久。刚刚都是你啦，人家来客人廖先生来的试车的时候你没有拍到，所以现在我们是直接在客人要签完约了，然后直接要再试车，要去车站。对，所以其实正常来讲，我们先试车签约，现在这客人去，我顺便换我试一下。哎呀，你今天看嘛，看有啥物奇怪的声音？行好好。卖球跑下面泰山呐、啊，牛啊，都变成小宝贝。对啊，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我蛮不知道的。为什么？好啊，好，保持联络。想到什么事情呢？怎样再跟我们说？老车开起来20几万，开起来我觉得还不错、啊。你觉得如何？你这个状况下算很好了。啊，当然要更好，当然是可以啊。是有这里好呀、啊。对啊，我觉得真的是不会死的车。看这车20几年还可以这样跑。好，到了，耶、还不错了。好，啊，到时候就是礼拜一过户，礼拜二先过户，啊，过户就请一样了。因为毕竟他开那么远一趟路，我换一下，我再看一下，如果真的不行，就是帮他做个保养。哦，对啊。好了，今天试车结束了，但是上面的问题了，绕了一圈的，塞这里塞了，温度要抓早就上了。我要上了。对啊，那没什么对啊。可能你的问题就时间可以啊。弄好了，泰山就帮我开去交了。是啊。对啊。好了，结束了耶。这是橡胶条，对啊，按那直接上去就好了，对啊，这很快啊，我说胶条没有要换，没有，玻璃破掉了，那个破太大，如果是一个小点
还可以用就用补的，补的，对，点一下补一下玻璃，啊，这个都是玻璃，直接不漏水，直接弄掉啊，我信嘞，是吧？哦，这些都是胶合玻璃啊，这是安全的，是吧？这袂像个凹洞啊，凹洞崩破就袂弄碎去啊，边啊买碎，可是前面的是也别起别碎去，如果这样才不会开一开碎掉就受伤了，它会裂掉，它中间有一个像胶一样，虽然是破掉是粘着嘛，不会，对吧？不会崩掉。一般你也唔敢讲玻璃，我破起你也再敢讲看嘛？敲下去它会怎么样？我就敲给你看，大玻璃往后蹭嘞。其实啊，外面敲啊，不太会破。外面不会破，你看喽。可是你从里面敲出去啊，有时候你看哦，小朋友站着这样头这样空，很容易这样子敲，就会破掉了，知道吗？为什么？哇，你看这个。真的哇，还得它嫩啊，因为它张力的关系，来这样呢，哇，对，好，啊，这只要用了，哇，其实这个还要挑很大力才会，外面要比较大力，对，所以你那玻璃张劲的关系，对吧？你摸，哎，假设你在里面看到蟑螂很紧张，砰一踹，有没有？玻璃没踹破，对吧？好吧，啊，注意啊，顺便教一下啦，这个没什么，这玻璃的像那样，啊，它就会更快哦。蛮疗愈的，泰山压力就大哎呀，压力就大哎啊，压力很大，对啊，欸，泰山几年你看哦，就这样的你看，然后你讲，没破的吧？看到不？你要卡管啊？在桶里面的，哎，这样那样，哈哈，破去啊？不要玩了。拿扑克牌的，扑克牌你唔知道？这创在哪哦？这同款啊？我唔知道就是，咱唔是家提来试炼啊，这他提来去吐诶，水里孔。哦，动水里孔，要进来吗？哇，来示范动作。对啊，搞啊，哇，对啊，哇，那个吐掉，多的把它吐起来。对，就不用再一直擦了，他变个七八公分啦。玻璃换过啊，你再关门啊，这样。如果很大力一关呢、啊，因为有气的关系，它会把玻璃往外推。所以一般通常如果清理装，一般他们都会降一点点，这样关门气才会跑出来。所以就把它关起来，把它压下去就好了，把它压下去好了。好，所以这样一关气跑，玻璃又跳出来。保护什么意思？你把它归啊，别归也再归啊，明天就干了啦。好了，回家了。好，今天公益车要保养了，今天要交车了。我给啊，哦，好不好？哦，还要吧？五避震器有换过，换了一只而已。没有，没有，两只都换。好，来看一下，哇哈，你看啊，这果然是神车哈。哎呦，头前嘛拢换啦。头前好换哦，哦，头前好换啊。要未来电影，来，来，好不好？哦，哦，镭射标签都滴滴。没坏。好啊，就爱总部的星座侪啊。好，安尼来换黑油。这个哈应该四速的，如果三速都不完的呀，所以这也是千五万啊，千三的吧，对吧？一百的时候还2000出头转呢，所以它高速也蛮省的，果然是神车，对吧？照三百被变路了，被起来了。如果觉得不够大，有没有再买一台土碎把它切开，把它加长，切的要不要？哦，哈，感觉光光这马乌啦，其实还蛮多的嘞。自从开了之后，就遇到蛮多台的。我在开的时候看不到我自己在开的样子，我就在看得到它长得怎样，大灯不紧啊？对啊，大灯比较。你快一点换，我慢一点换。然后气坝，气坝不够吧？
其实人都这样嘛，我改了之后，有些说要改原厂的比较好看哦。他在爬真的有点慢啊，可是哦，他如果上来的话就是很顺、啊，就顺，就可以那个速度会 hold 住了 ，hold 住啊，才快到新竹了，已经五点了，赶去五点了，啊，我们下午五点了，我去，啊，你在五点了，五点了，好你困了，那个。小安好凶哦，小安。帮他挂了点，喂，那个猜一下成语了，啊，阿妈给托给你啊，猜一个地台湾地名。阿妈托给啊。啊。托给阿姐。阿妈托给你啊，台湾的地名叫做公馆。啊？为什么是公馆？阿公的馆。啊！阿公会管，阿公会管，叫公管。你做人的，你做人的孙，你敢无在来管，无在管嘛？就是阿公管，你知道吗？阿公袂管了咯，阿公袂管，就阿妈就来啊。角色时间，对，48张，34。啊，你，我给你个信封袋。好，没关系，你等一下帮我签名签名啊，我帮你数一下。这是避震器都换过，还蛮不错的。好，而且功能呢、啊，其实就是。发动它就在录了哦，好，它有一个打把鼓的时候，它有一个显影，你看一下，它往下切，然后就看底下啊。平常录影的时候就是这样，来，再看一下，录影是这样，录影是平的。好，再来，好，再来，好。加油！倒车灯亮起来了。好 ，OK。好了，那我们逛一圈，然后再开始刹车。从哪离开了？嗯。好了。耶、yeah, ，开走了！你看，每次做完爱心之后。嗯，雨都停了，对，有没有？你不觉得吗？真的，哇，雨停了、啊，你看现在外面，刚刚还在下大雨，现在停了，对啊。好啊，那爱心车，我们就今天哦，你看，我们还特别从台北开下来给他，他、啊、因为他说他没空，哦，他还送我们一箱的，也没有一箱啦，那个蜂蜜啊，他们都是自己在做的，有没有？嗯，有啊。好啊，今天就到这边了啊。嗯有完成耶、yeah, yeah. 成功好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好拜拜还可以完成更多的影片更多的爱心好记得哦好拜拜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哎呀现在要干嘛？现在哦做完公益了、hey. 再买一台公益车回家是哦可以坐公益的公益车回家。你要估车是不是？对啊，哇，你也要预估了。对啊，哦、我要估车啊，我今天把出外背包都拍掉，来电动机。龙脊，可是、哦、好像什么东西没有带。不用了、哦，我就是权威。好山好水，好无聊，好无聊，有那么无聊啊？就没什么啊。因为他为什么无聊啊？不能出门，因为假日啊都是车，很可怜，你知道吗？在宜兰那种以前我们的那种，像我爸不会骑摩托车嘛，骑脚踏车这样骑啊，阿爸无口渴，那路边就买卖那种爱玉冰这样一杯这样喝的那爱玉冰。现在你知道假日回去排队十几个人啊，有时候二三十个人给他吸，你怎么喝？对啊。只要你觉得那以前小朋友的记忆就是这边有买的东西啊，都是排队，现在都排队，都要排队。我就跟我买个木瓜牛奶，然后排二三十个，就是买个鸡排也是二三十个。哦，他宜兰刚好那边靠家的鸡排，靠家哟。其实那个后来才流行的，宜兰是有一种什么太平洋鸡排，后来一堆人。是，你在问我你吃过了吗？没有，我们去排队好不好？我、哦、好，因为为什么要排队？因为我也没吃过，不然会被笑。我要吃一下，这样我真的没吃过的，是别台北人跟我讲的，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啊，这个玻璃是原来就给你这个，上面有一个对啊。啊，
上少这样。你看哇，如果所得我捐出去，检举违规我也有钱给你。哦，不要有钱哦。对，好吧。交通违规不会啊，你要乱丢烟蒂那个。